众所周知，来海南必玩的项目就是海钓。这两天，一个海南钓友发来私信，说他在海南不仅有艘帆船，而且海南的海钓资源绝对不会钓不到鱼，更何况他还有密点，天气好的时候能钓到大腿长的巨物，这哪里能忍？我和羽泉立马飞去三亚找他。今天我们去钓啥鱼啊？麻将。真这么大个的钓友的船，他说是一个帆船，帆船钓马鲛，好酷啊！这个，那这都是开帆船出去游玩，我们钓马鲛，这太酷了。钓友已经在码头等我们了，这你的船啊？对，直接拖在上面。好，待会我们就直接光脚上去了，是吧？你们过来，我带你们看一下船舱。我的妈，这下面还有这么大的空间，客厅、主卧室、洗手间，加两个次卧，总共三室一厅。这个是二类帆船，航全球。航全球，像有个这个船，全世界可以开始钓了。是啊，你这船多少钱买？400多万。其实我觉得努努力也是可以整一条，到时候看买房还是买船了。兄弟们，给你们400万，你们咋选？哦，对了，我听说那个帆船呢，航行起来它是会倒着开的，倾斜会有点倾斜。钓友说，我们大老远来，一定要体验帆船水上漂移。好像我们准备把帆升上去啊，这样子开的会更快一些。哇！待会就倾斜了，准备倾斜啊！赶快赶快抓好！抓哪儿？我抓这个行吗？能勾住我吗？可以。你觉得这样行吗？可以，抓好就行。来吧。啊！怎么还没倾斜呢？今天风太小了，今天斜不了了。斜不了。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，确定不轻吗？一起航，风就停了，对运气也是没谁了，只能下次再体验了。开了一个小时，终于到了钓友的私藏钓点。在这里，昨天中了5条马鲛。啊？这边中了5条。就这个区域。钓法非常简单，就是用这种长得像小鱼一样的假饵，大鱼看到就会一口咬住，吸竿刺鱼就能把鱼拉上来，接着等饵沉到水里，不停抽杆子，模仿小鱼在水里逃窜的姿态，引大鱼攻击。来了，哇，这个巨漂亮，上面是有红点的，看到没？原来只是闹我的小鱼。小鱼有啥意思？我要去玩。就你这样一辈子钓不到大鱼，大鱼就得磨呀。船尾钓到小鱼，证明肯定没大鱼在附近，所以得换来船往远处搜索。没鱼，换位。这里也没鱼啊。抽了一个小时，这水下一点动静也没有，没想到反而小鱼越来越多。这看看，我这小鱼长得是啥样都有，这不就是海里的白条吗？这不就是海里的罗非吗？哇，贼烦人啊！钓友说这种闹窝的小鱼一多，证明这附近今天不会来大鱼了，只好钓这种小鱼了。钓这种小鱼非常简单，有手就能钓，就是一个钩子加一个铅坠，钩子挂上虾肉，接下来等饵沉到水，有鱼咬钩就会有摸电门的感觉，这时就要立马提竿刺鱼，一放就有，跟触电一样手。没有，哇、哦，这一口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哇、哦，超重一口，看到没？我打碗了。哎，你别说，还挺好玩啊。好玩是挺好玩，但是也挺生气呀、啊。已经没了，这些小口你打又不对，不打又不对，你打又打不中，不打吧它就吃完了。全是小鱼在咬，看来要多换几个地方找找大鱼。就这样。哦，一下就有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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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，但是他就打不中，他很鸡贼，他就是试探你，他就挑衅你，就咬一点点肉就跑，咬一点点肉就跑，你知道吧？最后一个了，这种情况证明现在水底只有非常小的鱼，是很难钓上来的。来了，看看，没抄网啊？还要抄网，过分了，应该有过斤的。哇、哦，真不错呀，这条脚啊，脚哇塞，不小哎，这条。哇，这条鱼上来跟骂人一样，为什么这么大的？把杆子给我拿来，今天这艘船不能走了。但这只剩最后一块虾肉了，你最后搏一下吧。哦，来了，刚刚嘟嘟嘟嘟嘟嘟嘟连续的呀，有了吗？有啊，这么像，看你这个就跟个崽子似的。你看你这个鱼，不像别人这个鱼，你这个就是它的饵料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这就是你钓的鱼，这人家钓的鱼。没饵了，我准备走啊。太悲伤了。天气也有原因，潮水也有原因吧。啊、我也好久没来了，不知道为啥没鱼了。不行，改两天带你钓金枪去。金枪应该不能打鬼。钓友说，虽然金枪很好钓，但是得出身费用老高了。你们说去不去吧？你知道吗？听说世界上最好吃的金枪鱼肉，就是在它刚钓上来还活蹦乱跳的时候，就切成生鱼片。据说将会是你这辈子吃过最鲜最甜的鱼肉。出于好奇，我俩花了20000块钱上了一条金枪鱼钓鱼船，打算去深海亲自钓一条金枪鱼，尝尝究竟有没有传说中这么好吃。看了上一期视频的都知道，昨天晚上
自从羽泉钓上两条金枪鱼以后，不下就再也没动过。那两条金枪鱼肯定是得留着换钱补贴船费。至于能不能尝到最新鲜的金枪鱼刺身，就看今晚了。哎，也是邪门了，从昨晚到现在都没口。船长刚刚跟我说，实在没办法，还有一绝招，今晚试试，应该管用。那不错啊。船长说，疫情这么艰难的情况，只剩一个办法，因为金枪鱼最爱吃新鲜的深海魔鬼油，所以我们打算暂时离开油井，在夜晚金枪鱼出了觅食前，去附近海域找找这种鱿鱼。这边就是油井啊，我们特意呢把船开的离油井远一点，因为它远一点地方呢会有那些深海鱿鱼。我们现在就要先钓鱿鱼，一条鱿鱼换一条金枪啊，这边都是。钓法非常简单，就是用这种长得像小鱼一样的假饵，屁股后面有伞状钩，鱿鱼看到就会抱住小鱼，一次就拉上了，接着把饵放到鱿鱼长身的明暗交接处，不停地上下摆动杆子，模仿小鱼逃窜的泳姿，吸引鱿鱼进攻。来了，哇塞，一下杆就有，还在往下钻吗？再钻，它在发力。哇哇，手感超级好！哎呀妈呀，快给我抄网啊！你看我这须子，你提提提就行。行，这须子抻老长了，一提就掉了。可以提，真可以提，真可以提。来，哎呀，断了！断腿！船男的没一个听我的，那个线那腿都扯这么长了，啊，腿被扯断了，看到没？这种鱿鱼须非常脆弱，所以终于容易上鱼还是有难度，正好趁新鲜尝尝是啥味道。这不好吃，这个吃起来就像那个鱿鱼丝的味道。鱿鱼干就这玩意做的，是吧？有了，有了，好，轻轻摇，不着急。哦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有有，抬抬抬，飞飞飞，哇，好漂亮这条鱿鱼，哇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喷水了，哇，喷这么远，哎。哇，这一条就是一条金枪啊，王一博，好漂亮啊，红色的，那个尾巴那儿忽闪忽闪的。只要钓上来一条，就证明有成群的鱿鱼在水下捕食。哦，来了，哦，这条比刚才那条大。哦，来了，哇，这个好漂亮，这个很漂亮，来了，来了，又来了，哇塞，就是这么快。接下来就把钓到的鱿鱼开船运回金枪鱼的老窝，因为老窝附近基本没有鱿鱼，所以只要有鱿鱼存在，很快就会被金枪鱼盯上。但很奇怪的是，海上还是一片死寂。终于在等待了整整两个小时后，船来了鱼讯。哦，哇，漂亮！哎，鳟鱼来了，别跑了，哥。啊，这玩意儿感觉，这玩意儿能比饵大吗？过分了。简直浪费了我一条鱿鱼。我这种刚出生的崽子也不忍心吃，关键也没什么肉，鱼好好长大吧。我往抠了一下，抠抠肉它，都指在缝里面。费这么大的劲才这一条崽子，本以为没戏了，结果羽泉在天亮之前终于又等到了一条。对，哇，往上攻，对，往上攻，怎么样，什么感觉？哇，咋了？它在往下钻，发力，上个这个肚顶，待会儿你就把杆子顶在这个肚顶上面，往上拽就行了。是不是感觉轻松很多是吗？哇哇哇，差点掉下去了，还可以啊，这样还可以，网友加油，全船现在都在忙活你，怕你被拽下海里去，一个拉着的，一个准备攻击的，一个拍摄的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这条还可以，比上条大，王一博，哇，这条稍微大一点，看我一个手是这么大，让我想起来了，哇塞，可以，王一博自己拉上来的。哇，它好肥呀、啊。哦，看起来就很好吃，看到没？就嘎嘎好吃，好漂亮！兄弟们，这大肥油刺身的老香了。钓友说还是需要冷冻杀绝，明早刺身。要一人带个女的就完了。带你一个女的，我们全船都不够忙活的。又拍我的，又笑话我的，又拽我的。太好看了，奢侈啊！这么一盘在餐厅至少好几千块，但没想到羽泉又开始运船了。这船晃的哟。你有没有事啊？啥事没有？你先喝点汤，胃应该能舒服点。来，大豪，王刺身呢？等一下下船就吃不了了，我。你要不吃？还在滴血，这么老贵的，这次是没口腐肠了。关键这个大小不吃的话，卖不上价，白忙活一晚上了。